我给大家说一下咱的 WinTai 那个支持的语言。像咱的 WinTai 一般就，现在就支持7个语言，包括中文、还有英法、俄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日语，这个是就直接支持的语言。然后呢，比如说小国语言，像韩语、阿拉伯语，然后就需要另一个软件，需要那个 PSR 转换一下。这个软件，首先打开 PSR，这个是那个，打开这个是希伯来语，把它复制一下。复制过来，然后这边粘贴，粘贴过来以后，然后点一下，这边会有一个转换为曲线，点一下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了。点文件，文件这边一个导出，导出以后，这里格式改成 EPS 格式，然后点导出，点确定，导出来以后就在桌面上。然后呢，就用我们 WinTai 软件，这边有打文件，点读入，读入直接读入 EPS 这里一个图形，点一下，然后这边就出来了。这就是刚才刚导进的那个这个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就是我们就可以来编辑它的尺寸大小，就和编辑中文是一样的。这边有尺寸，你可以拉大、拉小。然后剩下的步骤就是点 2D 保存为雕刻路径就可以点，就可以雕刻。就比如说对好原位以后，这个刻戒指吧，点 2D，点确定，查找，保存一，然后这边用这个 CNC 直接打开。就可以直接雕刻。